鸡冠鞘甲简直太能生了，三个厂房开出来几百只。六月的厂房现在幼虫基本上都已经是三龄了，可以分出公母来。母虫在背上面靠近屁股的两侧有黄色的卵黄块，公虫就没有卵黄块，简直不要太多，装了两天，今天才算全部装完了。三个厂房都没有放产木，还爆产了这么多。公虫用的是500毫升的盒子养一只，先就把调好的发酵木屑压实装满盒子1/3吧。三年以后，一盒木屑就直接可以养到成虫了，中间不用更换。